这边还有一个 boss， 等一下先来叫 NPC， 我想要看有没有什么剧情对话之类的。好了，来吧。My loyal blade and champion of the festival, both your deeds will ever be praised in song. Now, the vow will be honored.And my Lord Brother's soul will return, so that he may be my consort.地都在颤抖，被复活的拉塔，超帅！来吧。哦，有剧情对话，赞！哦，哦，第二阶段。真冒火，要变成新王了吗？他看起来很生气。Lord Brother， 米凯拉。At long last, you are returned。他没有穿鞋子。米凯拉的王拉塔恩，哎呦哎呦，这干嘛？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呦哦哦哦哦，这什么？哎哎哎，干嘛干嘛干嘛？哎呦！好了，该来自己面对了。他打人真的超痛。这招往前滚滚不过，哎呦，哦，他又连跳。
哎、欸，怎么没给我刺下去？过分了，这个过分了，给我往后丢了一下是怎样？好痛，哈哈，超痛！天哪！好，来了第二阶段，赶快跑！哎呦，真是太凶狠了！哎呦！哦，哎，这什么东西？哎呦！什么？哎呦，哎呦，哦，我又来，我靠！那个圣光给盾反了，什么鬼？哦 no！ 不要啊！好了，我决定要试试看比较简单的方法。试试看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吧，无坚不摧，盾戳流，无赖打法，天下无敌，唯我独尊。哇，他打我完全不痛！哇，太厉害了！哇，真不愧是盾戳打法，让他的啦，让他的，先喝口水，加加精。
防起来！哎！哎呦！哦，差点被抓！我要飞起来了！不会吧？要彗星撞击是不是？啊！防不住啊！直接被他撞烂，好痛哦！这招。终于把他戳死了，这样打超简单。那这边有什么吗？他这个可以上去吗？看起来没办法上去。哦，我盾反了他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结果我一换上这个盾，我用这个盾戳，我戳，不到几分钟他就挂了。今天的状况不对，有点手残。我看我还是慢慢的顿搓好了，结果真的一下子就过了，超扯！这个顿真的超扯。伴你同行，这是要求婚吗？求婚的动作，触碰记忆。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温柔，光芒头冠哪里温柔了？我被暴打一顿，我在这边被暴打了好几个小时，我他们两个都倒了。停一下，修利耶的暗针，修利耶的装一整套，安帕赫的装一整套，安帕赫的武器，黑曜薄刀。哦，这把很帅。哦，这个战机动作超帅的。神奇女王的追忆可以换两把武器，然后还有一个祷告魔法。他每一把的战绩还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米凯拉的光，这个要72信仰，太扯了吧？那装备呢？防具有这个少年狮子，看起来还行，跟原本拉塔那装好像没有差很多。我们来去看那个托利娜，哇，断掉了，它断掉了 ，Oh no！
太难过了。托丽娜孤花，哦，这个花很好看嘞。然后还有这个光芒头冠，好像还不错。好了，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艾尔登法环》DLC 终于玩到这边结束了啊。虽然我没有做全收集啦，但至少我把追忆 BOSS 都打完了。好了，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是樊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